仰望星空。是谁将繁星放于夜空？又是谁勾勒出星海的美？这里是众神的圣殿，群雄汇聚，英姿勃发。这里是生灵的乐园，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。传说，为了防止与儿子俄罗斯走散，爱与美之女神阿弗洛狄特将二人绑在了一起，化身为雨后潜入尼罗河躲避怪兽提风。事后，宙斯将他们化身的鱼升入空中，阿弗洛狄特单独化身的鱼成为了男鱼座，与俄罗斯绑在一起共同化身的鱼成为了双鱼座。双鱼座是黄道十二星座之一，面积为889.42平方度，亮于5.5等的恒星有50多颗，其中最亮的星是右京二，视星等为3.62。梅西耶天体 M74 是双鱼座中最著名的，它是一个正面朝向地球的漩涡星系，星等为9.1等。男鱼座的形象是一只张着嘴的鱼，张开的鱼嘴接着宝瓶座倒出来的水，而著名的北洛师门正是男鱼座的鱼嘴，它距离地球约25.1光年，视星等1.16。飞鱼座位于大麦哲伦星云附近，南接雁艇座，位于其中的双沟星系 NGC 2442，因不对称的旋臂呈双沟形而得名。这是一个距地球约5000万光年的漩涡星系，在船底座老人星的西南方向可以找到剑鱼座。剑鱼座的面积为179平方度，其中的深空天体非常丰富，有球状星团 NGC 1755、疏散星团 NGC 1869 等。SN 1987A 是发生在剑鱼座中一次超新星爆发，它的前身是一颗蓝超巨星。这次发现修正了超新星爆发的前身只能是红超巨星的观点。鲸鱼座和海豚座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现在的鲸和海豚，而是希腊神话中的海怪。海豚座是北天星空中一个比较小的星座，面积188.54平方度，占全天面积的0.457%。海豚座内的四颗主星构成了一个小小的菱形，这个小菱形与织女星前的梭子很相似，所以在中国民间传说里认为它是织女留给牛郎的信物，中国星官名为护瓜。鲸鱼座是全天88个星座中的第四大星座，其中的明星当属土司空，它的星等为2.04，距离地球仅96光年。土司空是中国古代星官之一，属于28宿中的魁宿，意为负责土木建造的官员。土槁是中国古代的星官名，是储存牛马粮食的地方。土槁增二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周期变星之一，它的平均变光周期为332天，视星等范围为1.7至10，亮度相差约为2000倍。西方称它为魔鬼的眼睛。你的前世是什么？是一条大鱼。大鱼在哪里？大鱼在天上。天上是什么？天上是海洋。海洋在天上。